DIY 森林木屋，小可爱在我这里定了五个款式，我拖拖拉拉的才做完四个。这是他点名要定的森林款，森林款当然是绿色啦，还是先沾雪糕棍，还有两款蓝色和橙黄的。蓝色史迪仔款已经做完了，视频还在剪，这个视频结尾给你们上图，看我飞速沾雪糕棍。还是要好好设计一下木窝的门，因为是森林款，所以小叶子不能少啦。深浅小叶子渐变还是蛮好看的。请上我们的主角，最可爱的就是这个绿色小树了。粘了三个小树，然后粘上盖子的装饰，我精心挑选的小装饰。必不可少的栅栏，完成了，给大家看看各个面，真的很绿很森林，哈哈。让我们看看下期的史迪仔款，也超好看的哦。好啦，告辞。